过，逃过，逃过，逃过！小华姐啊，你唔好咁啦，逃过！公姐，小霞，小霞，公姐，逃过！唔好喊，唔好喊，系唐哥噶，唐哥，这个就是你要给我的惊喜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啊，唐哥，你收回他，你收回你的惊喜，唐哥，我不要啊，你收回他啊，你收回他啊，唐哥，我不要啊，你不要这样啊，唐哥啊，我不要啊，唐哥啊。在浮生看剑直诛痕，可追寻青挑灯。雪霜鬓染俗世尘，有缘就有因。生啊灰尘啊，二十知音，痛苦欲断魂。红梅成绝唱，记取当年誓约，人已匆匆到半生，回忆又恶魂。三春白雪，我追寻。哈，梁红茄呢啡又响树偷懒。导演话休息嘅茂炳，炳茂哥。这个李侯主奶妈你话，拖戏拍足四年，呢只饭足四年，好咯！今日李侯主最后一日啦，杀科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你抵得佢？你话你话，做乜唔开心啊？你一啲失落感都冇嘅咩？唔系失落感，呢套戏拍到阿九姑娘啊，成个落晒型啊！你睇下佢啊，越嚟越瘦啊，真咧。系点知个人瘦啊？个银包都瘦埋啊！你想想了，四年以来搭了多少堂大景才行、大大话话都五十堂的了。哇，这么多的。我剪得拍成年了，想起都怕啊。你两个怕什么，九姑娘的样子像四年了。家阵你没份啊？什么你看看，不一样样到你肥尸大姐。哎呀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。算了算了，不要吵了不要吵。喂，讲实讲啊。九姑娘拍呢套李侯主，你会使咗几多钱啊？哇，边个主啊？要话九姑娘啊？你问啦、啊，你问啦、啊，你问呢、啊、个、啊，你哋问。先姐，导演。先姐，卒之都拍最后一场啦吓。但系阿先姐啊，真系要用真火？李侯主引火自焚，用真火用咩啊？真火。但系真火，若然衰咗嘅话，又冇补拍，又冇。大家咪嘈。第一，一阵喺饮姐面前千祈唔好提个衰字，佢最怕人话佢衰嘅。第二，我未拍就谂住 NG 嘅啦咩？啊，系。
用真火啊！大家准备一下，一阵间我哋咧火烧火烧火烧，大家准备，准备啊，准备啦！惊火人系点啊？嗯？乜真火烧供电啊？系啊，冇 NG 噶。哈！你个个 idea 都咁得人惊噶吓？哇！你而家啲英文进步咗噃，连 idea 都识讲。哦，系啦，你个 boyfriend 啊嚟探你啊，开心啦吓！你讲咩啊 ？boyfriend 啊，暂唔识听啊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鉴叔嚟咗啊！鉴哥，阿九，阿鉴，阿饮，你几时落咗嚟噶？今朝咯。诶，叫饮姐先姐。饮姐先姐，两位前辈你好。鉴叔你好。哇，年青人世界内，你睇下嗱，个个都咁后生嘅。鉴哥啊！呢两个初逢，一个龙剑生，一个梅雪诗，你以后多多指导佢哋噃。总之，广州香港粤剧就一家亲啦。我哋唔好阻住阿鉴哥同阿饮姐聚旧啦。阿嗲入跑，带佢两个去参观下唐景。系系。鉴哥啊，你随便啦噃吓。好。呢个 idea 唔错啦啩。阿鉴啊，过嚟坐啊。好。点啊吓？你近来点啊？有冇再枕住练你嘅男派啊？你估仲后生咩？哇，听讲话你呢排成日病喎，点啊你？条颈啊唔吹得风，成日咳，谂住拍埋套李后主都收山咯。收咩山啊？睇下狗几好魄力，虎父无犬女啊，白居荣七叔都应该以佢为荣咯。把先话，佢就鳄鱼头老衬底，我咧就专扮中嘅。有咩事都专揾佢出头咁喎。佢就急惊风，你就慢郎中。你估我唔知你老爷咩啊咩啊咩？人哋话乜你都话好啊好啊咁，跟住后悔，卒之咪又要阿狗出嚟做丑闻嗰种啦。唉，阿鉴啊，李后主都系我丰都之作啦。任剑辉，你拍咗几百套电影红足咁多年，应该好好唞下噶啦，知唔？我知足嘅，有知己，有良朋，有徒弟又有戏迷，仲有个乖侄系做医生嘅，得闲咧就同我 check 下血压，咁仲想点啊？唔错，仲有啊，漏咗八圈麻雀未讲啊佢。诶，唔系十六圈咩？喂，喂，咁你真系老咗噃。你都咁上下啫，阿饮姐啊，我十六圈啦，系时候自焚啦。哦哦，系系，嚟嚟嚟嚟嚟，鉴哥，七八，咁好啊。系啊，嗱，一于咧睇我哋拍杀科戏，专登落嚟支持支持嘅。好啊好啊。鉴哥啊，去参观下唐景先啦。好。嗱，一阵间见啦吓。嚟啦。诶，大家准备下啦，我哋放火烧皇宫啊。仲有冇咳啊？个喉咙舒服啲冇啊？哦，舒服好多啦。唔使惊噶，一阵我哋喺侧边睇到实冇危险，至叫你拍噶。我唔惊噃，唔该晒。你讲咩啊 ？Thank you 啊，你唔识听啊？唔明啊？我知道你倾家荡产拍到李后主都系为咗我啫嘛。如果为你自己嘅，就拍《文成公主》啦。我都唔蠢得晒嘅。系咩？唔知噃。哎呀，好集中精神啊，自杀啊！好了，培养情绪啦。得啦，我一阵间就有情绪噶啦。哈，人生啊真系奇妙吓。哈，估唔到眨下眼，我就拍咗四十年戏咯，仲红足四十年添。好了，准备自焚啦。阿仙啊，嗱，电影咧我就真系唔再拍噶啦。不过我会做多台《先奉命》。你讲咩啊？广东话。你冇晒钱噶啦！如果你再唔做多台戏，你以后嘅生活点啊？你听我讲啦！你听我讲，你坐低啦，嚟嚟嚟！嗱，次次咧都系我听你讲，今次咧就轮到你听我讲咯噃。好好好，咁你讲啦。嗱，第一，我要再做多台《先奉命》，攞翻晒糖啲戏宝出嚟做，我先至正式收山。第二。初逢初挑大梁，经验仲系唔系好够嘅，才子佳人戏就唔掂得嘅。佢哋最好咧就做群戏同埋武打戏。
我揸主意吓，做英烈剑中剑同埋慈郎州最啱噶啦。好，我赞成。喂，咁一不离二，二不离三，咁第三点啊点啊？嗱，第三点咧，我就揾人写文成公主，等到第日初逢成熟咗，有咗气味啦，咁咪做咯。反对啊！呢点我反对。点解啊？呢个系你同埋我同埋唐哥三个人嘅情意结嚟噶嘛？咁咪揾初逢嚟延续我哋嘅梦咯。我手写我心啊，冇人可以写得出唐哥嘅心噶啦。除却巫山不是云，冇人可以代替唐哥嘅。白牙可以为咗子琪唔再弹琴，我就可以为咗唐哥唔再做戏。哦，咁一个白牙，一个系子琪。咁我系咩啊？我真系好想知道，我究竟喺你哋之间，我系乜嘢噃？白雪诗，吓吓，咁你咪个琴咯。琴啊，就最重要噶啦！冇咗个琴，仲有白牙同子琪嘅故事咩？吓吓，好嘢，白雪仙！就凭你呢句说话，我就唔再坚持第三点。文成公主就唔写唔演，永远系我哋三个人心中嘅秘密。吓，好啦，我真系要去培养情绪啦。吓。冇嘢吩咐啦嘛，主上。啊，有，你记得打电话翻去，叫佢哋开定台，等我翻去打麻雀。唉，你集中精神啦。系啦，我记得啦，去啦去啦。阿姐埋位啦，准备点火。阿 Fan 系天才，唔使点样排练，唔使点样落功夫，但系戏就做到最好，分寸攞到最准。帝女化嘅周世显，只猜忌嘅李十郎，有边个好得过佢，比得上佢嘅？三年出个状元，但系十年都出唔到一个好角，就因为出咗个任剑辉，吕文武生久未淘汰，仲薪火相传到今时今日。任剑辉。冇人救佢辉，1989年，即系唐迪生死后嘅30年，一代艺人任剑辉与世长辞，享年77岁。仙姐一生嘅挚爱，亦师亦友之你突然之间离去，佢唔肯接受呢个事实，打击到痛不欲生。关心仙姐嘅朋友。点忍心睇住仙姐终日折磨自己呢？所以仙姐屋企终日都有人喺度看护住，怕佢胡思乱想嘅。仙姐喺饮姐死后3年，足不出户，与人隔住，茶饭不思。故人云散尽，我等亦轻尘。呢本《姹紫嫣红》开篇，掀起咗艺术界同埋文化界好大嘅回响。嗯，唔单止系任、白、唐迪生多年嚟努力嘅印证。亦都係粵劇史上一頁光輝嘅記錄。冇錯啦，古文論先姐低調成點都好，社會人士總希望佢出嚟見下面，等大家安心嘅。1996年係飲迷先迷最最弱嘅日子，唔講咁多，行咯。係。啊，去邊度？去參加香港演藝學院第10屆嘅畢業典禮，一睹白雪仙女士榮獲 APA 院士榮銜嘅風采咯。行啦。嗯。我哋演艺学院正式成立咗一个任白基金，希望可以帮助嗰啲有志攻读表演系而且又成绩优异嘅学生。任姐佢传下有志，一定会好安慰。系啊，师傅成日同我讲话，钱应该取诸社会，用诸社会。啊，先生，你好熟面口喎、啊，头先你话你姓咩嘅话？你唔认得我啦？谂下，25年前拍李后主嗰阵时，你仲系一个妹妹仔嚟嘅啫。好熟面口。你是做太监那个？冇错，我现在在演艺学院那里教戏曲文学，今次是特登来接仙姐的。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阿跑你又说退休了。
我個人雖然在加拿大，但我個心成日掛住香港的戲迷㗎。話唔埋，遲啲你又會翻嚟做大戲咧？睇下點。師傅嚟啦，師傅。先姐。阿爹。你哋認唔認得佢係邊個啊？好面善喎你。我代表演艺学院恭迎先姐参加今届的毕业典礼。张扬啊，李后主。先姐，好开心你仲认得我。我梗认得你，边个咁够胆叫我做怪物噶？先姐，有怪莫怪，眨下眼咁就25年啦。系，咁又25年啦吓。先姐，而家仲有好多人好挂住你，想你开心。好多谢大家咁关心我。呢几年我反复思量，于情我顿失所依，于艺我已无所求。以前我以为阿饮冇咗我唔掂，其实而家我先知系我冇咗佢唔得。先凤鸣嘅历史都已成过去啦，我哋呢一代应该做嘅都已经尽力做咗，成败得失自有评鉴。问心无愧就算啦。粤剧以后变成点，要睇你啲后生噶啦吓。系，先姐，时间差唔多噶啦。攞咗啲花去师傅面前未啊？攞咗噶啦，我仲将拿破仑蛋糕同埋椰挞都摆咗上去。我已经打咗电话俾雪姨女伯，叫佢哋开定台，打住牌先噶啦。哦。饮姐最怕静，有台牌，高高兴兴至安乐嘅。哦。所以你卒之都学打翻18圈，一系16，一系20，冇人打18嘅，打到蓝圈唔打好黑人憎噶。系，唔好意思。喂，先姐而家准备出发，快啲派多几组人喺门口嗰度守住。准备好未？好，唔该晒，拜拜。先姐可以出发噶啦，使唔使赶时间啊？唔使，晚晚都未迟。以前我比时代行得快，而家唔想行咁快，想慢慢行，欣赏下姹紫嫣红开遍，行。